好，大家好，这一次开始《格斗进化重生》的第四话，这个好久没有说话了啊，好，现在开始，上一次是打白娘子，不是，就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赛文达那个，然后这一次是迪迦的这个，就是影片里那个叫极地艾洛德人，那么这个人是。猥琐到极点啊！这个，这个球真有名啊！啊，好，一上来我们是看到这个迪迦和这个艾洛德人在这上面打，跟电视剧里一样，也是在夜市。哎，我记得电视剧打这个，我记得在电视剧里他们两个好像两集跟他打都是在夜市里的。好，那么开始我要战斗了。这家伙在我面前，哇塞，哇，哎呀，你很厉害，你很弱，哇，哎呦，好帅，好帅，我靠，没想到你这么帅，我靠，啊，你敢打我啊，你很帅，哇塞，你这，哎呀，大家小心被这个家伙淋到了哈，这个家伙淋招的不得了了，特别他腿功夫特别厉害，好。开始起技能了，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Chinese 康复，而不是 Japanese 康复，而也不是这么说的，这个是外星人康复吧，这个不清楚。好，这一下子，这个地方打他半寒血，他也是逃了，好，这个家伙走了吧，就这么猥琐啊，这个直接后空翻走了哈，这个哈，我说打不过别人就溜了，这太恶心了，本来我都可以打败他了，他是以球体的方式离开。好，那么这个迪迦追到了这个什么山洞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水帘洞啊，キリエル人がどこから現れるのか常々疑問だったが、ここが本拠地なのかもしれんな。他在看啊看，哎呀，这个就是哦，这个就是那个第二集的那个就是初代和哥莫拉打的，还有雷德王的那一集。有什么事？就是那个时候，初代把这个哥莫拉的尾巴给扒断掉了嘛，这大家也知道吧。就是我上传的那个斗牛传说哈。好，那么迪迦，开战斗。怎么，这个变身啊，也好久没玩过，好，变成功了。你哎呀，这个家伙没尾巴不攻击就给我防御了，怎么一个个都那么猥琐了？不够，给我，真的很惨，哎呀，拼不过我的啦，不要想了，还不够，好，三级格，好，成功。
这个地这个在格斗进化重生里啊，这个发招还要变形态之后还要再自己变回去，这很麻烦的一件事。而且大家觉不觉得在电视剧里这个强力型的必杀招威力应该是最猛的吧，而这个地方呢就居然算是中等的，这很这编的有点不好啊，对吧。好，那么这个他也是半残了哈，这一次又准备第二次偷溜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格斗进化重生好像把昭和奥特曼和这个平成的奥特曼都混为一谈啊，什么意思。なるほど。在宇宙中随便穿越。パワーアップタイプということか。那么这个。となると時間が危ない。好，这个家伙就是第二代的这个吉利艾洛德人啊。这就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这个外星人的阴谋真是深不可测啊，太阴险了。你才解放了蓝光，什么意思？大家想想，因为他在国招里带了球过，是不是不帮你投了？我之后这么枯燥的，我有个问题，真的，我看了迪迦看老半天，我完全不懂吉利艾洛德到底是哪个。听他们说吧，好像是说什么，在迪迦还要找就在地球上干什么守护神之类的，你说一堆废话，比别人这方面听不懂，再说这一张纸。也没人承认的这个，这个我只要承认一个字，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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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